这个地方呢，它位于在深山当中的一个房子。那这边的房子呢，让我几个陌生人啦。之前在这边有人在这边发现，这个音效是好像有点小迟到，但是没关系。小吉今天带香港哥姐来到下面恐怖的所在了啊！对，哥姐有没有看到？我没有开任何的美机，没看到我坑坑巴巴的痘疤、啊，我不开美机的啦，对不对？小鸡的颜值需要开美机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不行啊，我不能开美机哦，因为小鸡做探险直播。如果开个美机嘞，对不对？我照前方的探险，人家那个门在动哦，有没有在偏移？人家都以为有鹿林嘞，还以为鹿珠，还是那边有好兄弟，你知道吗？错几嘞？不是，那个不是超威丹，那个是美机，那不是鹿林，不是塞了。我以为那是你家的魔术林，因为正常你拍一个东西，它会一直抖动，那是美机啊。这个地方是在深山的当中的一个一栋房子哈、哦，那据说这边有发现一具白骨。白骨啊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就是前辈流传下来的。那这边我小弟从外观看过去呢，这边已经废弃了，我这样看应该十几年有了。哦，那这边在深山，搜寻可能比较不好。那而且我跟你讲，那后半段全部都是坟墓，在废弃的房子里面又没有拜地基主，又没有人烟居住，那附近后兄弟的坟墓呢？后兄弟会不会闻讯而来，大吉嘞嘞，大吉暗嘞？那这边可能就是变很多好兄弟游手好闲的地方，就看像线上的格杰一样，上班不上班，整天滑抖音呢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小鸡带线上格杰进入这一间恐怖的民宅、恐怖的大楼，又会遇到什么样恐怖的事情呢？白骨的房子，那这边有发生过一个惨案，这个惨案就是一块所在，忙啊就这咯。好啦，葛姐事不宜迟哦，再慢慢向葛姐帮小鸡公开表那边直播，好，葛姐帮我分享一下，来，葛姐，这边在山上，所以可能他的搜寻不太好哦。哇靠，他这里是在深山当中一间房子里面啊，啊不好意思啊，超灵呆，我一脚踏进去忘记敲先弄门，不好意思，哎姐刚刚没有敲门一下，想说自己家很熟亮，有人吗？而且拍摄刚吃饱，不是刚喝水。他这边呢是一家废弃的民宅，那听闻前辈说这边有发现一个白骨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哎呀，你看他当时的这个很多，你看他这边废弃很久，连窗户隔夜超灵，但你半夜睡不着觉跑来这边敲人家窗户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要知你要找这户人家没关系，你可以按门铃，超灵，但你把他窗户敲破是有何居心？这里我没来过啦，可惜这里我今天不是没来过。我超回答，那可能在这边给我操你玩橄榄球是、啊？哎呀，靠腰啊！哎，这玻璃好危险哎，靠腰！拍谁哦？哪有人家里面地上放玻璃给人家踩的、啊？大哥，这不是我故意的、啊。哥姐，我把他家玻璃踩爆，哇塞！怎么会有人把人家玻璃放地上给我这样踩呢？这边搜寻不好，所以会卡。葛姐会卡，你再跟我讲好不好？啊，会卡也不要跟我讲了。哇，葛姐，哎、欸，你看，这电视很久以前的呢。这电视很多年前的、啊。其实小鸡探险不一定要来带你们去命案现场，或是找好兄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很怀旧，你知道吗？这阿公阿妈那个年代，而且那个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电视呢，不要怀疑，只有四台可以看，你看一下，现在有400多台啊，增进100倍啊。呵呵，电视没打开，这边没有电还会打开？拍谁哦？有粉丝在里面吗？
你要塞到啊？那有那有你红色香港卡的味啊？你们带一个。靠呀！这么有爱婆的脚味啊！不是我说，拍谁啊？营业中，拍谁？这家店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隔街这家店应该是鼎鼎大名的，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家店。这家店是什么？我来看一下。好狗姐，应该是一家餐厅。我记得这间是一家餐厅，我看一下。格杰，对啦，这家餐厅给你吃的啦，好你告好姐啦，格杰想不想吃？这家餐厅还要定位，它上面说是营业中啦，这家餐厅还要不要吃？对不对？如果你想要吃的话，跟我定位一下，我这边刚好煮好了。格杰，我现在有感觉。不会吧？不开玩笑？我想说奇怪，说到奇怪，我想说奇怪，这是一家远古的餐厅，那么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真的很怀念哎。小七小时候都是带这个便当盒去吃饭。白小有人在吗？这个是他们的厨房啊，这可以出去吗？哎呀，怎么都是厨房啊？这地图下，哥姐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到这个就有点面熟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哥姐，你们再不交男朋友，你看一下你们长成这样子，你们看到？你快点，哎，开也受灾啦！哎，哥姐，不要开玩笑，在丢丢可不能讲这个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有没有？你们再不交男朋友就变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拜托一下。那你说，如果我能助你一臂之力的话，我是没办法，因为我本身已经有家庭的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这辈子没办法，但是不知道私底下可不可以偷偷来？不是，我说啊，哥姐怎么可能呢？我可以公开帮你征亲嘛，对不对？超灵的还用？咦？靠腰！这车子……哎，这个车很屌哎！还谁啊？哥姐还要探险吗？不然我带你们回家了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带你去维格？好了，哥姐，知道我们去维国是不是？哎、啊，那你喇叭都坏掉了呢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听说听前辈说这台车会自己发动，真的。那这家房子其实之前很多前辈来这边，然后都发生过一些灵异事件。那听说听闻前辈说有人在这边找到白骨，那也有前辈说这台车会发动。你知道吗？那哥姐，今天这台车好像是看我没有，那是不会发动的。他不知道我是谁，是不是？你信不信？等下就让他发动，对不对？哎，哥姐发动了嘞！哎，真的发动了！看，再开，再开，哥姐再开！哎，真的超灵带，这次发动，你们看到车子在引擎发动，引擎发动。哥姐不是啊，那是跟你老公这台车上。这个车好像有点跟我老狼逼啊，赶快的，这车有老人味啊，看我腰。白小打扰一下，哎，我靠，哥姐，你不敢看照片，先不要看哦，因为这个照片真的有点久远。那照片的里面的人，我不知道还，还不要这样讲好了，这样讲好像有点靠北。那人家还搞不好活在世上，那说人家走掉，那乱讲话，呸！这些照片都很久远了，这些照片都很久远了。
姨嘛三八啦啊！哇靠！这卡我都想买都买不到呢。这阿姨哇有 sense 的呢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哥姐，我跟你讲啦，对啦，这真的啦，可以啦。哎呦，哥姐，我这个很怕这个包说，对不对？这包超灵带这种麻将包，带出去方便又好装手机。这颗，我跟你讲，哥姐，这颗，艾婆喜欢。艾婆，我带回去给你。牙口客气嘛，夫妻一场，对不对？可以把裤子带回去给艾婆、啊，夫妻一场嘛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可是艾婆喜欢吃的。艾婆跟我说，她最喜欢半夜吃这个，好不好？那就顺便带给艾婆。对，我老婆喜欢吃维力炸酱面啊，带盒子给她吃啊，对不对？她喜欢吃盒子，不是喜欢吃里面的面，她喜欢吃盒子。她说她吃盒子就吃得饱。我们准备要上二楼了。他这个哇，格姐，他这个车其实是很久远的呢。而且他这个车，我跟你讲，格姐，他这个车还给我在做 radio， 你知道吗？我已经看出来了。虽然这个车旧旧的，但是他之前有在这边做收音机，因为他这家，因为有粉丝说，这个车子的主人呢，以前很喜欢在车上听收音机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他有装收音机吗？因为你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靠腰啊，哥姐，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会在你车上的天窗上面装一个无线电吗？对不对？啊、哎呦！咚！咚！哥姐，有没有运动？有没有运动？这第二台车的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先让阿兄，你早上六点七点的时候没有，靠背啊，有人吗？二楼传来的，跟二楼传来的，我看我了吗？啊！我操！不好意思啊，阿北，我不是要玩你的 radio 的。阿北拍死了，我把它收回去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说你这边装天线很下趴嘛。阿北拍死，跟阿北在楼上哦，他丢什么下来啊？准备中，靠腰啊！阿北，不好意思，有人吗？他在准备什么啊？靠腰，他在准备刚刚我。哥姐，阿伯开始做生意了。阿伯，你在楼上吗？有人住吗？如果有人住的话，你敲两下好不好？我就不上去拍了，我今天就拍完了，谢谢。阿伯，不好意思，我吃饱哦，
你别煮饭给我吃啦，歹势啊，老难的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前辈说来到这边有看到白骨，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了吗？你有没有金童哎？拍谁哦？对不起，拍谁？阿贝，你在里面吗？哎呀，拍谁？拍谁啊？靠腰啊！阿贝，把你梳子。但我还你们塞了，阿伯，哎呀，靠腰啊！干，我知道这边了。哥姐，你不赶快先不要看啊，因为我看到，你不敢先不要看，因为我看到一个，我看到一个。依照，好不好？先不看看，先不要看啊！我先拍这边，我先拍这边，因为之前前面来说，他这边的灯会亮。有了吗？五郎吗？你看，这飞机十几年的，他那边有放骨灰坛呢，没有，我今天没来过。可是那我放骨灰坛呢，那他有遗照，你不敢看的哥姐先不要看啊，因为他这边有放骨灰坛，然后有遗照，没有，我这边今天没来过啊，我真的没来过，这边今天是没来过，不要开玩笑。哥姐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之前前面来的时候，他说他有看到一具，不知道是不是哥，然后。他说只有一个，为什么又多一个？只有多一个那一代呢？那一代前面说没有那个，要不要看？因为讲真的，这个地方我去年来过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去年来过，今天是没来过。那我记得他有一尊骨灰坛在这边，但是。讲真的，我去年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这一袋东西。我讲真的，没有这一袋东西。然后这边有来祭拜过的痕迹。可是为什么骨灰坛会放家里，而没有去放灵骨塔或下葬啊？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。那我尽量不要拍到照片。可是要不要看啊？要看那个就刷一下好不好？我不会开骨灰坛啊，我只会看这个袋子，因为这个袋子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看过这个袋子，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不好意思哦。福袋吗？不是啊，靠腰啊！啊，阿北拍谁？不是我讲的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，打扰，不是我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哥姐超灵带，这边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。超灵带，你刚刚说那是福袋，
3680+1是不是？你们这些塞罗了福袋，赶紧不要乱讲话好不好？我给你气死掉！你们打什么字小就这种话音，拜托一下不要打出让我会想念出来的字好不好？我真的给你气死掉！福袋，你以为你在直播台买东西是不是？阿伯拍谁哦？我不是故意的哦。哦，那个福袋不是我抢的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因为我第一次来没有跟我这个我可解不开。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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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名字哎，有名字哎。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我把盖回去，我把盖回去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，打扰打扰。它里面是不是另外一个 on 哎、欸？靠腰啊！拍谁拍谁拍谁！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、哦，如果有打扰的地方，真的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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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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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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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惜超伟大，里面是另外一个 on 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去年来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一袋东西。有人吗？声音怎么传来的呢？阿北是你吗？阿北在里面啊，靠腰。阿北你在里面吗？拍谁哦？阿伯，不好意思哦，刚刚那个可能是您的另外一半的那个 on， 不好意思，那刚刚不是我说那个是，我操，刚刚那真的不是阿伯，那刚刚那真的不是我说那是福袋的，不是我讲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可姐，这个应该是当初他的房间，这应该是当时他的房间，要不要进去？你看，这是很久没人来的，你看，蜘蛛网哎。蜘蛛网哎、欸，有人在吗？拍谁哦？有人吗？阿伯拍谁啦？我让我拍一下去。啊！哥姐，对不起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超伟大。阿伯在里面，阿伯在里面。北菜里面呢、啊，阿北拍谁吼？那个不是福袋啦，我也没有叫他们打3980+1，他们自己要打的，我没有要卖这个福袋，我拍谁？阿北最喜阿北生前最喜欢穿吊嘎，你知道吗？我忘记带吊嘎给他穿了。白色的吊嘎，来对五郎吗？
我怕里面有人呢，真的，我怕真的有人住在这边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是真的阿伯还是假的阿伯啊？不是，我是说你是活的还是没有活的？你是我的阿伯还是造假阿伯？内底有人吗？卡叔公，你是人？你弄门两下好不好？你是人吗？你是人的吗？嘛，你真好大胆呢！这块所在有骨头，你个嘛较大哦，你把它攻进去哦。周围他这边有骨头，他还敢住哦？有人吗？又开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拍谁哦？有人吗？人家给我密室逃脱，你看，这怎么解释？有阴阳眼的哥杰看得到的话，他是不是站在我后面？有阴阳眼的哥姐看到他是不是在后面？是的，哥姐，刷一星。你看他这边锁住嘞。靠，他整个哥姐，我已经到底哦，我真的已经到底出来见人拍了，你们都知道。没关系，不用理那些留言，没关系，哥姐，你只要你跟着我专心跟我探险就好了。我只带负责带你们探险，没关系，那些留言不用管。我讲真的，我已经到底出来拍。然后这个窗户是关着的，超伟大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哎呦，操！回答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靠背啦，哥姐。阿伯，我不知道我你有这个癖好呢。阿伯都穿这个啦。黄黄安内啦，阿伯，你用很久，你可以跟我讲买新的火力超灵丹，你怎么喜欢穿那么紧的东西？阿伯都穿丁字裤，哥姐像我就不能穿了，我太大包，你知道吗？会露出来啊，会跑出来。靠腰啊，真的没有人。然后这边好像之前是另外一种房间呢。另外一个房间坐在这边，
拍谁有了吗？阿伯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的叫你，你敢有听到？内底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。如果打扰的地方，真的跟你说声抱歉。阿伯，你敢有内底无？干，而且我头很晕欸，超晕到我直接冲进来。等一下，我头真的晕。可他又在玩门，等一下。欸，有人在吗？阿伯，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。阿伯，我不是你的阿嬤，不好意思哦，你别跟我冲哦。锁住了，给他锁住了。而且哥姐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听前辈说，之前有人在这边发生过一起很恐怖的事情。他坐在这边上厕所的时候，突然，你知道他们为了要在这边上厕所，防止一件事情，他们做了一件事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最怕有人做这件事情。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，因为我也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我的意思说，原本住在这边的人，他上厕所，他怕有人从后门进来偷袭他，所以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他在厕所装了一个后照镜呢，我操！会他隔间不会吧？操你那边大便边看后照镜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他大便大一边有没有？他把后面的人直接塞里也逃卡有没有？直接从那边装后照镜看后面有没有车？他是怕要会车噻？为什么隔间为什么厕所里面要做一个后照镜？对不对？棒塞棒到几半有没有？看到后面的车，他还要打方向灯过来，有没有？还做个后照镜？我操，肯定不简单喽！耶，好悲啊！哥姐，我看到他们家族谱，你不敢看先不要看。我看到他们家族谱，然后全部都是黑白照片，这个有点阴森。这应该是他们家的族谱，那我不知道要不要拍。哥姐，要不要拍他们家族谱？这是他们家族谱，那我看年代很久远了。哇，这是哇，这好几十年前了。想看他家族谱吗？都是黑白照片，不敢看的先不要看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哦，我不知道他家族谱怎么会在这里啊。拍谁拍谁拍谁哈，拍谁拍谁。可就是他家族谱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这什么族谱？民主进步党20哦，十几年前的族谱啊。可惜他们家族谱中有男有女呢。他们家族谱，他是要出来参选是不是？靠，他后面也有，可惜祖宗18、19代、是20代全都出来了啊！他家族谱都黑白照片啊，没有开玩笑，都黑白照片啊。OK， 哦呦，他家族谱怎么会在这里？真的啦！而且可惜我跟你们讲一件事。真的十几年前，2008年、2010十几年前，楼上的声音啊，靠背啊！超威的阿北，你喜欢弹钢琴是吧？
有人吗？楼上啊，那楼上的声音，隔间是楼上的声音吗？是的，隔间打是。前辈上次来也听到这个声音。有了吗？怎么又弹了啊？五郎吗？我看五郎吧。阿贝，好像之前是钢琴哦，是隔切，可是这个声音很不像钢琴的声音呢。这是钢琴的声音吗？可以，隔间你们留言说太快哦，我没有办法置顶。可是我看到一句，可以点歌吗？阿贝有他给你点歌，阿贝可以点歌吗？啊，你可以投钱吗？你别急塞了，我那给你，我来叫你们点歌。隔间我要上去了。可是我感觉那个不是钢琴的声音，我讲真的，不要再叫阿贝点歌了，你们已经叫塞了，我这现在真的很紧张，怎么回答？哎，有这个呢，阿贝不是我要跟你点歌的哦，是。不知道是谁，那留言刷太快了。下次有看到他，我会提醒他一下。阿贝，这边没有钢琴呢，这边没有钢琴啊。可是这边没钢琴呢，啊，有收音机啊，是收音机的声音吗？是很多年前的书哎，也是很多年前的书。新女性啊，我超爱歌姐，以前没有美肌就这么正啊，以前没有美图秀就这么正哎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啦。可是没有钢琴声啊，没有钢琴声，靠背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哎，是这个吗？歌姐是这个吗？是哪是？这个啦，这个啊，是这个声音吗？隔间是的，隔间刷爱心，不是的，隔间分享，也要你们帮我分享，到底是吗？是的，是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好妖啊！没人呐、欸！这有把猎枪哎，靠背！哥，这是我猎枪哎。这是真枪还是假枪啊？给的是真的吗？我有一把枪藏在裤裆上，我有一把枪藏在裤裆里，这是我的打手枪。我有一把枪躺在裆上，
我有一把枪，两段又一场。哎，操！会他们岔气的呀！不要紧张，该不会是蓝小姐在里面吧？是水塔、啊，而且为什么水塔会坐在室内呢？对不对？那他要灌水的话，他怎么灌？他不是要把屋顶掀开来灌水吗？对不对？还谁啊？蓝小姐，你不要再敲了，好不好？你们知道水塔蓝小姐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就算了，好痛，没讲。稍微他隔壁这等下会擦枪走火啊，对不对？这真枪还假枪啊？有了吗？操回答，有了吗？五良茂，他把钢琴关掉了啦，没了，他只有装电池是啊。可惜这有装电池吗？我来看一下，这怎么跟装电池啊？舍不得给我盖钢琴盖，这哪有什么电池啊？而且我觉得不能再玩了呢，你看他直接盖起来呢，超回答，而且我看完全不给他任何机会哦，你看一下，靠腰，那边有个人啊，那边有个人啊，阿北你在里面吗？我看到他露脸出来呢，你有看到他露脸出来吗？可是有看到个脸吗？阿北在里面吗？他一个脸露出来了啦！阿北，你的年代有点久远呢。对对对，第三首歌《今宵多珍重》，这个多久歌？现在这是以前的 CD 是不是？唱片大卖是不是啊？我抽回到这个应该是很久以前的，这个包多久以前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隔且我跟你们讲，这应该是三四十年前那种卡带卡在的声音，我觉得啦，是不是？这应该是卡带的声音啊。我觉得刚才那个是放卡带的声音，我在猜啊。我觉得，傻笑啊！我干，我头好痛哦！这是什么声音啊？那声音从哪里传出来的？有了吗？
有人吗？阿北在吗？阿北你在吗？可惜我觉得他叫我走开了，我觉得他要我离开了。我讲真的，要不要空拍？可惜要不要空拍？要空拍吗？要空拍吗？可惜要不要空拍？葛杰不敢看，先不要看啊。葛杰，我空拍三分钟，看那个节拍器，来围巾到底，看那个节拍器还会不会再摇摆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出去，我真的出去。干，我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在这边。葛杰，你们自己加油啊！你自己加油，因为刚刚小姐在二楼的时候，在一楼就听到。我们在楼上的时候，我小舅就听到楼下就有在讲话的声音，那种七七叔叔啊，啊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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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啊来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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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这是不是快快来来来，这种讲话那种感觉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兄弟讲话的声音，但是我正想讲说楼下有声音的时候，他就有那个，我不是正准备想讲说我楼下有声音吗？他那个节拍器就响了。空拍三分钟，好的，葛姐刷爱心，好不好？葛姐加油！啊，对，不好意思哦，今天有打扰到你的地方，真的跟你说声抱歉。哦，拍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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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不能顶香哦，因为顶香有火烛的问题，哦，怕会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事情。拍手，拍手。哦，真的打扰了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哦，那现在不是我在拍哦，是他们在拍哦，哦，不是我。哦，而且对不起哦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哥姐加油。哦，不好意思打扰，不，拜托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哥姐加油。那谁，我打扰了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
谢谢阿贝喜欢我的舞蹈。我就给你干滴滴干哒哒。阿贝拍手哟。啊，哥姐，阿贝好像喜欢小鸡跳这个舞给他。那我说真的，这个舞我已经练了两个礼拜了，不知道线上的哥姐有感受到我练了下了两个礼拜苦功的这个能量吗？我相信线上20000多个。哥姐都应该有感受到，小鸡为了练这个舞，练了2-3个礼拜，真的有付出心血。就从我刚刚那个肢体的语言、跟协调性还有节奏感来讲，我给我自己的分数是100分。我不知道线上哥姐给我的分数是多少了。我相信我的粉丝也有看得出来，我真的是下了蛮多苦功，有在练这个舞蹈的。你看一下，连阿北五等奖有没有？叮叮叮叮叮叮，看到没？连阿北都在帮我拍，勾下趴机嘞。好吧，哥姐走了，抽一个。那这个自己，那这个自己跳起来呢？那这个自己跳起来呢？我讲真的，那真自己跳起来呢。阿伯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哦，拍谁拍谁拍谁哦。阿妈的照片在上面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嘞！拍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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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阿妈拍谁哦？阿妈拍谁？阿公、阿妈拍谁？哦，客气走了。不好意思哦，真的今天打扰你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拍谁哦？哦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不应该在这边跳。不都给都哒，对的，哒哒哒。好，拍谁？不好意思。我希望你会喜欢我的。不就给都哒，对的，哒哒哒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支持。哦，谢谢哦，好，希望哦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哦，哥姐，我们走。哥姐，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，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。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，
哦，隔间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。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。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。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。